好，我是 Lucia， 我在终极三国里面饰演的是夏侯之。夏侯之就是一个天真烂漫，然后一个活泼可爱大方，然后是一个团体里面女生在女生团体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人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戏是有一场阿布导演要我们。就原本那一场，我们就只是要一个很嗨的气氛，就是一个嗨起来而已。然后没想到阿福导演突然去跳舞，他先 Q 了马超进去跳的超开心，好不好？然后在那边跳，然后还 Q 我，拜托老娘怎么可以输？我整个给他拼了，我整个给他跳出去，然后他们就觉得超好笑，因为我跳出去的那一刹那。我演终极三国最大的挑战，就是夏侯之在面对张飞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其实很爱张飞啊，就张飞只要一个眼神，然后一个就是一个眨眼的，然后就会跳起来那种，所以。我一开始对于这个设定我没有很明白，后来还是有一次，就是导演就是又引导我，他就说，来，要不要你再支扎个眼睛，然后支扎个眼睛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反应，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，我就这样跳起来，导演说 OK 就是这个，然后后来就促成就是张飞每次对我眨眼睛的时候，就是很开心的，这样跳起来的，然后我觉得很可爱。希望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夏侯之，还有夏侯之跟张飞，真的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支持我们，搞不好继续支持我们十集之后成 CP 的就是夏侯之跟张飞，好不好？夏侯之跟张飞直接结婚什么的，阿香啊，什么关羽貂蝉，没有夏侯之张飞结婚。终极三国要在优酷和大家见面了，请大家期待哦，也请大家期待一个由我创造的夏侯之哦。这世界很酷。